面悠悠，无讲半句的理由，明知心内事，不敢来相思，不敢来要求。世间事事非非太自由，因为无情无悔无目睭，被伤害的感情，心肝好亲像强饮的烧酒。伤害的感情，心肝好亲像强饮的烧酒。咱行过的温柔，好亲像幸福梦。你敢真正一点仔拢无爱王延禧？伊糟蹋我妈以后，就把我对春的迄一点点仔感情全部都抹了了去。真好，真友好，我总算看到你一个优点嘛。罗阿姨，恁要记得伫咧这时阵甲我学落啦。等咱以后会当合作的时阵，你有真侪机会会当看到我的优点。好啦，免讲遐济啊。那你咧？你的目的到底是啥？你人看起来就水水啊，还阁少年，要叫别人应该是踢倒家才对啊。哪里你开始选择甲一个又阁老又阁破病红色相做伙？你应该毋是真心的吧？我无想要甲你耍真心话大冒险游戏，你有什么计划？跟你讲，我爱安娜，才会当相信你讲的话。你若是唔肯相信我，咱就讲到这为止。你慢慢想要用拄只录的影片来威胁我，因为我手头冇你陷害世聪的证据。咱即马是桥北大，看你是要各自登山，还是要合作攻顶？你家己想清楚。就等下。安娜，你考虑好啊？只要你愿意听我的话，咱就有合作的机会。张正浩，你想过自信啊？你凭什么认为我需要你的斗相共啊？因为只有我会当让你感觉上差别的王延禧拍落，永远无得翻身。你敢嘛知影？我是延禧心肝内上爱的人，所以这件代志对我来讲真简单，而且我当甲你保证。只要你跟我合作，绝对袂合你的手用个垃圾。这条件，你敢有得接受？那呢，我得看你安怎做。合作愉快。紧入去啊！王延禧即摆卡伫个涂骹，等你去救伊。
我是安那坐咧涂骹，是迄个罗安那过去过过来迄桥啊，我才会跋落来的。啊！你那个过分啦！ 真正是够过分的啊！你哪会安尼对待伊啊？是啊，你倒来的时阵，你敢有看到伊？无呢，还是当时来甲你吓惊的？就是拄啊，怎啊？敢讲你无相信我？当然相信你啊！我甲你讲。 你嘛即摆看伊安尼手头手面的，你着叫是伊是好人。伊即摆咧对付我，受空受胖，咧糟蹋我，煞落来着我你啊！我知啦，来。所以你即摆着爱较坚强的，伫恁爸面头前做一个乖查某囝互伊看，安尼才有才调。 我怪有啥物路用？罗安那伫边啊安尼塞啦，也无怪阮爸母来愈讨厌我。就算这查某佫较厉害，嘛无比你这个查某囝佫较深。但是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你明仔载会当好好甲恁爸回实的，互伊知影讲，也佫是伊上亲上爱上乖查某囝。 就认定听你话啦，若无吼，你甲讲起来拢听袂入去啦。我就是去阮爸，想到要维护爸啦，毋是维护我。伊较早才袂安尼对待我。啊，人咧讲嘛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我即马是烦恁个罗安娜，伫恁爸枕头边，伫咧生奶几句啊，到时恁王家财产。 都拢会变做伊的。平的，袂当有这种代志发生。袂甲阮爸讲。但是，哎，好啦，你是毋是在装疯啦？你看，你若是用这种口气甲恁爸讲话，你当作伊会听你的话？那我变哪做才好？即马上好的办法，就像我拄仔讲的同款。 先甲恁爸先唱转来，让伊会当像迄较早同款顺利，然后紧叫恁爸甲财产全部转过你遐。那迄个乱啊，就算伊想要抢，想要恶，嘛无法度对恁爸遐恶着啥。你讲的一点拢无毋对，子豪，我即摆只有你会当我看。 你顶下替我斗三工，反击迄个查某，想要做我的后母，我就是让伊落地噶。我当然嘛，甲你斗三工，我唔替你斗三工，要较想斗三工。我就知影，你对我上好诶。 志文已经有心，逐天拢来看爸爸，伊嘛真要紧你一个太太，你着爱好好珍惜，唔通互爸爸烦恼啊！你着爱找一个志文有法接受的角度去讲予伊知影。
你袂当一直用你的角度去甲伊坚持，也若无吼，志文吼，家己会感觉你真固执，甲你讲无话。阿妈甲爸讲了无唔对，我甲志文一直冤，敢若会甲两个人的感情愈冤愈薄，袂用的，我袂当让这种代志发生。起初就是一步一卡印，该偌济了，就该偌济工。成本甲时间若开落去，厝就起好啊。翁仔某的感情也是同款，我嘛是用心照顾来，是安怎最后变成安尼？时间你哪来遮？我得来销售中心看卖影的啦。啊你嘞？我前一阵仔毋是目睭受伤，啊请假嘛请一段时间啊。即马我等下工作岗位，同阿做一点仔功课。啊拄仔好，今仔日有同事加班，我得等来赶进度。即马无闲耍，就准备这狗罐头要饲只流浪狗啊。阿郎，食饭啊！连这只流浪狗的名你拢好好啊？嗯。也是好加载哦，即马目睭恢复啊，啊那无，我阁唔知要哪改好名嘞。哦。这流浪狗哦，真正足古锥的，真正需要大家好好甲伊疼惜。即马毋是就提倡以认养代替购买，这真正是一个足好的观念。是啊，即马吼以认养哦代替购买，确实真好的概念啦。啊，我也希望讲吼，我一趟的基金会哦，会当来推动啊。会当我这个孩子吼，会当我这好照顾，也够对待啊。既然你嘛是爱国人士，来，这罐头哦，给你吃，我去替哦带一挂水。哦，好啊。阿郎，紧张。哎，阿郎，来。你们哪会这么晚，还来销售中心？原来是你跟狗耍哦。去搞垃圾味啊！等下，公公。要不要去升旗呢？我帮你洗好不？哦。好。等下。对。来，啊，大大啉，大大啉啦！哦，啊，这轮小姐你够资格高啊！哇，怎么你要紧无？我无说你哦，迄个对阿郎，伊搞咬一嘴啊！紧啦，我送你来病院啦！啊，免啦，我无要紧啦。袂用的啦，你最后一定要去住个破伤风，行啦，我送你来病院。林志文，燕如。啊！你来救我呐！韵如啊，啊，照阮目睭啊，才好完尔，你来解释。我看是你目睭有问题，连吴嘉文你也好。你是咧讲啥？安怎？我就是要侮辱你。我看你的目睭还袂完全好，才会惊唔知路，连我蔡韵如的翁也敢抢。
韵如啊，你小姐你讲不顺声啊！我都跟你讲过，我跟嘉文只是朋友尔。你莫再跟我来这套啊啦！当头白日，我已经看你出出入入过啊呢。即马日头落山，咱才拄完煞，你就跟伊走来才饲狗。你讲你唔是约会，你讲你无安怎，谁要相信啊？林太太，你真正误会啊！志文是我的头家，嘛是我的朋友，我是拄只伫咧门口拄着，唔只来做伙饲狗。拄好是你姊妹咧讲啊，那我咧讲，你是约好的。安怎？你靠说志文为何你啊？还是你靠说你想袂听你？那又怪阮翁。那我伫咧遮，你都免笑想啦。你会参像只流浪狗同款，想要讨食？我就甲你讲到做告白啦，韵如啊，你哪里侮辱人啦？安怎？你唔甘心？我伫咧厝互骂骂的时阵，受着委屈，你敢会感觉唔甘？即摆吴嘉文伫咧遮假戏假话假可怜，我才骂伊两句，你就感觉唔甘？好啊，我就让你愈唔甘。安怎？你不是要抢我呐？抢我！你不是要抢我啊？你在这创啥啦？志文，你给我向恁太太好好解释啊！唔免解解释啦，解释只浪费时间尔啦。林志文，你两个人偷来暗去，既然讲到白输，敢若我无讲道理同款，所以伫你的眼内，我甲伊袂比的心。对，你就是甲伊袂比的啦。你哪通跟你太太讲这种话啦？我就是要因为知影，伊身都跟你袂比的。因如，你任何代志拢要顾着你家己。嘉文不是，伊拢替别人在设想。你想的，敢那是伤害别人，啊嘉文，是惊别人去受到伤害。你做任何代志，敢那想着你家己，你才这么自私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比吴嘉文还不如？对。好，你要做伙，谁知你，你就莫后悔。志文，赶紧叫恁太太啊！唔免叫啦，伊是免做水灾伊啊。你，哎呦，你拄只哦，真正伤过冲动啊！你刚才你讲遐话，伊会有偌伤心？伊哪会伤心啊？那是你阿爸的时阵，你无看到，伊爱计较伤害人的时阵。我是比任何人拢更加清楚。那安尼，你敢有想过，伊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伊爱你，伊要紧你，伊才会安尼。我即马真正也毋知影，伊是毋是还佫有爱我？伊当然嘛爱你，要紧你，伊才会对你对到这来。啊，那无？伊是安怎会误会咱？就气到安尼，甲你起冤家。志文，你若是会当好好了解伊对你的爱，你就袂感觉伊阿爸。咱每一个人拢毋是完美，你的太太一定嘛有伫咧体谅你。恁两个才有法度为以前一直斗阵到即马。所以，你应该好好珍惜你的太太，毋是互伊伤心，互伊艰苦。嘉文，我的太太对你讲这样子歹听话，搁对你起脚动手，你还搁替伊咧讲话，你真正拢无怪伊。伊是因为误会我，毋才会起脚对我起脚动手。假使我若是搁怪伊，安尼这个误会，毋就永远拢解释袂清楚啊。那是我的太太，
我嘛是同款，听你讲这话，我是要够见笑的。哎呀，你莫安尼想啦，志文，你即马上要紧的啊，是赶紧回去，跟你太太好好解释，好好安顿伊的情绪。 回去了后，我会好好甲伊解释。妈，林清良当初死辜负你，让你一世人过了遐尔艰苦，是因林家对不起你。你搁等下，我一定伫咧上短的时间内。 予林清良为天顶拨来。我来洪杰的房间。 甲伊讲，基本的代志，佮讲我伫个林家所受的委屈，这敢有适合？玉如，陈左右，你看会敢若怪怪？无啦。 我边只讲话无啥方便，你别我来房间，咱慢慢仔讲好无？你放心啦，我两个到伫个领导安尼出出入入啊，来我来房间，咱坐慢慢仔讲，应该是无啥要紧吼。我伫真远的所在。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即马是毋是会当甲我讲啊？看你安尼艰苦流目屎，我顶多看到足烦恼的。 志文，所以到底志文是做啥？那会搞你遐尼爱伤心？我感觉流目屎，流到青面，我嘛无一定外口有查某人。志文伫咧外面有查某人？是阮大嫂二姐，拄则。 搁我当场抓到，伊搁甲我逼命，伊讲我比袂过吴家文杰的查某。伊变哪会当讲这种话啊？伊无爱我，之前不管安怎冤，伊安怎无谅解我，我拢会当吞忍。 今天嘛是为着阿妈，甲我讲遐话，我搁去想着阮爸交代的话，想要甲伊和好。结果，伊竟然伫咧外面，甲家己的员工作伙，甚至搁是一个有心的，我不甘愿，我真正就不甘愿的。 其实你失望嘛是应该的，你为了伊，已经毋是头一遍遐尔伤心啊。一个查甫人若是袂当体谅家己的太太，迄就已经真过分。伊还佫有别个查某，甚至佫是有心的，安尼根本就想过侮辱你啊！志文袂晓珍惜你，你遐尔水，条件遮好。
阁是一个遐尔高贵的太太，这要是换做其他的查甫人，一定是疼命命，哪有可能像志文安尼忍心安尼来对待你？志文的心已经伫别人的心上，无法度阁继续行落去。 你卖伤心，我倒是不要酒给你啉的，你较冷静的。阿妈，志文啊，我伫遮哦，等恁等几暝啊啦，你是走位倒去啊？ 啊，无啦，我只是去找一个朋友尔啦。对啦，啊，韵如嘞？啊，韵如出去找你，你无拄着，也是够冤家啊？无啦，啊，可能有淡薄误会啦，伊吼气也袂消啦，不过无要紧啦，等下回来了，我才好啊，解解水啦。志文啊，你会好好要甲韵如解水吼，阿妈听了真欢喜啦，这就代表你这做翁的啊。 会晓疼惜太太啦，啊，不过插花都要插头前，不是插咧后壳的。你会晓体谅韵如吼，都要较接伫的面头前讲好听话，唔通冤家冤了啊，才要来现实的。阿妈，我知影，我甲韵如哦会好啊，做翁仔某，你莫操心。 伊伫咧红花头啊，即马也较好伊，一定讲袂好势。啊，不如写简讯给伊好啊。等几暗啊，伊还是毋肯给我一通电话，伊无爱我。 伊甲我讲，伊无爱管大兄小姐，因为伊对事业无企图心，我有当时会生气，有当时会失望，啊，毋过我袂伤心，因为我知影。 伊对我有迄个心，伊的心伫我的身上，伊会为着我去学习，伊会为着我付出，啊，不过伊竟然甲我避免，为着吴佳文甲我避免。 我知影这边对伊无共款，伊真要紧吴佳文，伊真关心伊。我输啊！我输予一个离过婚又阁有新的查某人，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。失去一个无代替你爱的人。 并未当证明讲你是感情的失败者。我都接受伊反背我，我伫咧林家为着伊付出遮尔多。
伊无谅解我，甲我想起我会当吞吞，人讲我无法度接受，伊反背我的感情，我无法度接受。卖搁再为了这个，不要珍惜你的大伯娘伤心艰苦。阿那无，我看了我也就唔甘的。跟你讲遐话，韵如若收了简讯，敢会讲我无够诚意啊？刷刷去啦，等韵如回来啊，这个真粹家己讲。林志文今晚，我甲伊找人做伙，伊就拢会当放生你啊。是安怎你袂当选择一个真正爱你的大伯人？所以伫你的眼内，我甲伊袂比的心。对，你就是甲伊袂比的啦。你哪通甲你太太讲这种话啦？我就是要伊有知影，伊甚至甲你袂比。林志文。我爱你后悔。韵如，真实的，因为我不应该跟你讲遐话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假使讲你若是离开我，我会真痛苦。我爱你，每一次跟你冤家了后，我拢真后悔。我都想要好好跟你讲一声，我爱你。我都想要跟你好好抱在我的手的，好好跟你疼惜。我更想要跟你躲在温柔的眠床。甲你做伙找咱拄结婚的时阵，迄个甜蜜的梦。
我要跟你回家。今仔日阴暗的代志，就当作无发生过，永远莫搁提起啊。 我过去，你温柔。你敢去？你敢先搁摕我的心来？你莫搁讲啊！我变哪有可能甲你放袂记？我是有翁的人啊！是啊，咱不过你会晓放下你伤害你，伊已经无爱你啊！你有权利得到你想要滴的感情，就是因为你心内安尼想。 所以才会需要我。好啊，我是去志文无需要心，我妄分伊对外口的查某人有感情，啊，不过我想要嫁死伊，不是要反背伊。身躯顶的这束衫。 志文要给我的，我哪会当给他的查甫啦？把我的衫脱掉？这边我唔对啊，因为志文所给你的一切，是束缚你的感情，束缚你啦。我无共款，我是要用爱来解决你的束缚，你的性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 你莫再讲啊！我反袂记我是事实，我才做出这种代志。啊，不过我并袂感觉欢喜，我干那想要甲这些代志拢放袂记，全部放袂记的。 绝对无可能，让你把我放袂记。我一定让你把我记牢牢。 更加想要甲你倒伫温柔的眠床，甲你做伙找出咱拄结婚的时阵迄个甜蜜的梦。亲爱的老婆，是嘞，是我互你失望。我应该好好甲你讲，了解你心内问题，做伙去面对，做伙去解决，毋是亲像烦人安尼共款来质疑你。 另外，我要甲你讲，嘉文虽然是我拄是西朋友，犹过伊真正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是伊教我要安怎好好珍惜你。感谢你一路的陪伴，我相信等你去消啊，你嘛会介意嘉文，期待你的谅解，期待甲你幸福作伴的老公，志文。 云龙，你想怎？你哪在咧哭？
我就因为咧受气，唔才会讲遐气话。还阁请你相信我，我真正甲吴嘉文，阮敢只是普通朋友尔。你莫阁讲啊！袂用的，你顶下听我讲啦。我拢已经知影。你拢知影？因为你手机内面的简讯，我拢看到啊。你会当敲电话给我，给我回信的，你怎那唔敢？我本来想要传给你啦，也不过惊讲你会认为讲我无够有心意，所以我就无传啊。我就想讲，等你回来了后，当面给你回信的，安就好啊。你应该爱传，姐姐都传了，你怎那唔传？明如，我知影规个要较好你哦，你若出生气。不过你即马回来吼，嘛未办啊！我当面吼，就甲你回信嘞，吼。小曼啊，一切拢小曼啊！我伫真远的所在，也是思念你的爱。虽然袂当倒转来。不过你即马回来吼，嘛未办啊！我当面吼，就甲你回信嘞，吼。小曼啊，一切拢小曼啊！我哪知你真正的心意？我的，我知影，我知你特别伤心啊，对吗？玉露，在这世间上啊，任何代志只要去改变，只要去做，都有希望啊。虽然讲咱即马身躯边一直有乌啊，也毋过明仔透早，日头赶快出来。有希望，咱敢真正会当重新开始？当然会用的啊！将来我一定好好啊，好好拍拼，好好对待你。我绝对会让你知影，你嫁给我这个翁婿，你绝对袂后悔。还有咱厝内面的问题，还有你过去所犯的错误，我会跟你做伙去面对，做伙解决。云露，代志拢过去啊，你倒来阁伤心啊？你先去换衫。好好睏啊吼！我你先坐。我，你是唔肯原谅我是？唔是。啊，唔是是安怎啦？我先去洗身躯。好啦，你先去洗身躯啊，好好睏啊。不可能啊！今日阴暗的代志是无可能洗会掉。明仔载试过啦，我是要安怎面对志文，面对红姐，还阁面对阿妈，面对我的爸爸妈妈。
怪，拢九点半，那拢爱无人来。来，老张。老张，老张，老张。对，老张。快给你！老师爹，多谢你。快给你，你看起来精神不啥好，来，饮茶。即马会议开始，玉如，这个月财务营收你先报告一下。玉如，这个月财务营收状况。哦。来。我过来电去印一份资料啦。过来。来就好啊！你别无坏资料啦。老师长，你要伫这个月财务营运的资料，我才阁有一份，所以是不是会当交我来报告？那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咱这个月业绩到目前为止，比顶个月阁成长10%。我预算啦，咱到月底嘛会当成长到差不多加10%。收入增加，咱的开销嘛会增加。所以说咧，我是算讲针对咱公司的子公司，还阁有一挂部门做成本的检查报告，是到再请董事长做决定，看要哪做调整。王姐。你来阮集团嘛有一段时间啊，各方面嘛比较较熟啊。你若是有啥物建议，爱尽量讲出来呢。只要对公司好诶，阮拢真欢迎。真感谢董事长，你无甲我当做外人。我来公司两礼拜外，我真正熟识到真侪好朋友，甚至是有诶交情，比熟识真侪年诶朋友还搁较好。真感谢大家。你是董事长，针对公司营运的部分，我有淡薄意见，唔知影讲。你做你讲啊，我相信大家拢会用接受。多谢董事长，那呢我就无客气啊。其实我认为讲咱公司。以上是我对咱公司营运的一挂看法啦，我唔知讲董事长还佮蔡经理恁的想法啥款。当然我知影讲财务的部分是咱蔡经理的专长，所以若是有甚物得失的所在，请蔡经理多多包涵。恁真会客气。啊，你还佮有甚物其他建议无？啊，今日会议就到这，散会。来，辛苦。玉如啊，你是不是真无爽快啊？我看你戆神戆神，连饮茶都会把茶吃倒。头壳愈来愈痛，嘛不知是安怎。玉如，你是毋是感冒？啊，是我带你来去有医生看。唔免啦。王姐，今日好佳哉有你啦，你把资料准备到这么齐全，会议才会继续开落去。真多谢你。
大司令，你无需要对我客气啊！我是世界集团营运长，叫你讲这资料，应该是我来准备的。玉如，我可不安尼。以后你先个财务汇报，我会协助你整理资料甲报告。工课上你莫伤忝，万一拍卖了身体，当初你看到又唔甘，我心内嘛真袂得过。玉如。 想你啊！咱袂当搁安尼啊！我是志文的太太，你搁甲我继续勾勾缠，早晚会去互发现的。即摆才无联络人啊！拄才开会的时阵，你想哪要替我求伊啊？你想哪要添着花啉，大家拢在看呢。我想你应该是伤过敏感吧？替伊求伊啊，迄代表我对女性的尊重。若像迄杯茶。 当初你嘛有一杯啊，院长咱，好啊，你莫阁讲，我无想要听。你无需要道歉，咱两个人都是因为互相喜爱，所以才会安尼。咱应该是好好珍惜迄种感觉才对啊。 我有讲过，我需要冷静一下。你安尼甲我对调调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面对。所以，所以今物你是咧甲我耍啊？我哪有本事甲你耍啊？你甲我当作是甚物款的查某人？你俩总讲我真凊彩是毋？我只是人甲我对过志文。 你是第二个，嘛是最后一个。真歹势，我无其他意思，你是莫生气。可能我表达的方式是有问题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只是想要和你知影讲，我爱你，我无想要失去你。我即摆正清楚我家己伫咧创啥，当然。 我袂要叫你改变现状，敢讲我连常常啊伫咧你个边啊对你好，安尼嘛袂用个。我知你对我好，啊，不过我已经结婚啦。就算讲志文佫较唔对，伊嘛是阮翁，我袂当因为伊对我所作所为，就该当作是我反背伊个借口。我袂破坏你个婚姻。 我甲咱想要保护你、照顾你，啊！不过你所做一切已经超过保护我、照顾我。你敢知影？志文已经知影唔对，伊甲我回失的，伊希望我原谅伊。王姐，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这代志来了伤紧，我需要。 想清楚，我真正足惊的，我辛辛苦苦，真无简单，一手建立起来家庭，足惊予安尼就毁掉去啊！不会当怪啥。 我只会当怪天公伯啊，想我让我熟悉你啊。
个，我袂当答应你啥，因为我无资格。我了解，我会有分寸的。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，甚至是你的名声，我用生命来好好保护。只要你欢喜，爱我做啥，我拢愿意配合。洪杰，相见恨晚，这就是我今麦上无奈的代志。你无需要安尼做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我。这一切拢是我怀疑感觉，可能这世人咱袂有结果，我唔看真正，可能是要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互你无烦无恼，互你过你想要过的日子。你想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爱。你要退到公司啊？是啦，唔那是公司，王姐搁替你讲话啦。伊讲我对你误解，希望我将你的误会拢放下。云华，爱头条较好吧？嗯。王姐。多谢你呢，多谢你吼开播给韵如听啦。就参像你所讲的，我甲嘉文哦关系无遮尼复杂啊，就参像你甲韵如同款哦，只是朋友尔。是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阿母有一个无必要冤家，拢是因为误会嘛。那既然要做一个好朋友，就应该先把事实讲出来。是啊，啊想袂到讲你实在无偌久啊，就遮尼袂讲啊。安尼讲起来，你嘛真有缘分哦。志文，王姐伊还阁有代志啊。韵如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那面生顺顺啊？哎，你甲看啦，黑眼圈拢走出来啊。安尼啦，咱先等下出去歇睏啊，歇睏出来了后再来公司要处理代志，好不？嗯。嗯。王姐，安尼我先出来等你啊，咱再去讲。王经理，啊，你即摆感觉有较好无？阁会足痛无？我痛到要死！你是啥物医生啊？你是看袂出来我真艰苦是毋？好，你莫激动啊！啊，生气吼，对工作恢复无好啦。你莫阁讲五四三了，我生气。我到底还偌久才会当好起来？哪会拢无人甲我讲？你马上甲我报告。王经理，王董事有交代过啦。啊，你即摆所有的状况吼，拢爱等董事伫的时阵。由你的主治医师统一报告啦，所以不是我无爱甲你讲啊，歹势呢。安尼我袂当讲，奶奶，你到底来要创啥啊？我当然是甲你关心的。我需要你的关心。王经理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啊私底下咱嘛是朋友啊，啊你甲张正浩结婚的时阵，我讲是证人呢，你袂记啊？
就算以公司来讲，我伫病院上班，啊，当初的曾经受伤啊，我来看一下，当初的曾经嘛是一个礼貌嘛。你对曾经的礼貌，敢上功夫啊？蔡主任，你甲大家的病人放咧唔管，啊，走来遮摸别人摸的大腿。你的关心敢想过超过啊？啊！你帮家己拄结婚的某，一个人倒伫病房，做红事，拖刷，即马才来看，你袂是无愿意来吧？我拄则伫你咧假鬼假怪的时阵，我跟体妍姊做这个代志啊。因为我知影妍姊伊即马上需要是啥。真好，多谢你。你来看我，我是感觉我的伤较袂疼。我拄则已经甲律师讨论完啦，伊拄则才走尔。因阁有趁一个机会吼，律师有讲啥无？因讲你犯的是重伤害，以前不简单才搞不出尔，阁一段时间，你阁甲人带走，这毋若是犯着另外一条妨碍自由。因为你伤害是同一个人，另外的人若坚持要对你提告，法官可能会顾虑到对方的安全，你嘛有可能会过一届用羁押。如果要熬啊，明言，明言，绝对阁袂当入去迄个所在，正好，绝对袂当让我阁受迄种的痛苦。我知，但是我嘛唔甘你用关咧看守所内底啊，所以恁爸爱我来问你，有一个方法会当互你判较轻咧，这得爱看你愿意无。什么方法？啊，我做啥？这个方法对你来讲无一定是上好的，也毋过是上有效方法。啊！到底是啥物方法会当救王经理？你还没紧讲。是啊，正好你紧讲啊。就是你甲吴佳文跟吴佳云和解，那呢你就有机会会当大事化小事，用判较轻的。和解？你要我甲因和解？意思是啊，我赔因钱？钱毋是重点，重点是。敢毋是啊？我甲吴佳文回事咧？无可能，我无可能，我是安怎要甲伊回死嘞？今仔日甲伊回死嘞的人是迄个查某，毋是我。若毋是伊袂见笑，一直甲你哥哥提，我咪要去互因逼到要做迄款的代志，是伊陷害我的。我即摆看到伊，我就想要配出伊话，甲伊扇嘴巴。但是，你的心情我完全拢会通了解。但毋过，就像你讲的啊，这个吴佳文哦，伊表面上看起来真好斗阵，但毋过事实上，伊真正是做歹参详的。像之前我要甲伊离婚，伊讲啥都毋肯啦。啊，最后，阁爱我甲伊跪，向伊磕头。你有甲伊磕头？若无，伊哪有可能会放我煞啦？但毋过，妍姊，你想看卖？我只要忍耐这一时的痛苦、委屈、甲侮辱，我就当得到我的自由，甲你做伙啊！哪里毋是叫白搭？不可能！伊一世人，莫想想我会甲伊顶头，你莫阁讲啊！好啦，妍姊。啊，无安尼无，你若是惊人笑，咱会当甲吴佳文约定，何解代志，不准伊向外人泄露半个字。不管是你甲跪、甲回死的，还是受到伊的侮辱，
只要出了因家的大门，伊就爱当作毋捌发生过。啊，咱嘛爱把这件代志放好袂记的。来，你这件代志，就永远毋捌存在过。我告你，我无可能安尼做，这种的侮辱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啊！啊，奇怪嘞，我哪会愈听愈感觉吼？伊讲的话是故意咧刺激王经理。王经理无愿意甲吴佳文回失嘞，人讲你无愿意和因和解，哦？蔡主任，你无讲话，无人甲你当作野狗啦。你莫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我当然希望颜夕会当甲佳文和解，只要会当踢林家人的嘴，会当让大事化作小事。莫阁予妍希受到折磨，趁妍希无愿意去，我嘛愿意代替妍希去回事嘞。我不准，你唔免替我回事嘞，唔免浪费遐个困难。我不准你甲吴佳文有任何的牵涉。妍希，我爱保护你，我袂当予你去坐家。正好。你有这份的心意，我已经真感动。但不过我相信，用阮爸的背景甲人脉，就算讲要用手，也会把这件代志锁掉的。啊，我知影吼，王董事伫真侪方面是化水的结冻啦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无简单嘞，啊，林家嘛不是普通人啊，因的世面甲关系拢真好。王经理，你也是莫伤过有爸个啦。你的意思是，阮爸会赞助林家的人？像输像赢，我是唔知啦。啊，唔过即马是全民媒体时代啊，我就算拄到恐龙法官，平民的委屈嘛会使伫网络讲出来。所以哦，无啥物代志会当完全暗藏，尤其是歹代志，甲违背司法正义的代志。你的重点到底是想要讲啥？我的重点哦，就是我的建议啦。也是希望代志莫愈闹愈大哦。你也是乖乖甲吴佳文回事嘞，和解，安尼对你较好啦。你莫甲我讲和解，怎奈个哩？我是无可能甲吴佳文和解的，你是听无心，你出去啊！你啊！不是，莫想激动啦。安尼口水搁较严重嘞。哦。啊，人讲忠言逆耳嘛，啊，我是一片好意啊，你无爱听，我就莫讲，我是去看其他的病人，吼。妍希，好啊，先莫激动啦。你若无愿意去和解哦，我嘛袂甲你勉强啦。即马对你来讲上重要是你的身体。正好我甲你讲。你绝对袂当去找吴佳文回事嘞，我袂去，你嘛袂用的。你只好伫我身躯边保护我，其他的就交洪爸处理。好啦，我会听你的话。我若受到严氏要让抓去关啊！我的心肝头都卜卜菜，袂安心，一点仔都无法度平静。你这个做爸爸的会烦恼查某囝，安尼嘛是真正常啊。也毋过往好的方面去想，吴佳文即马已经做角膜移植手术啊，视力嘛已经恢复啊。安尼妍希对伊造成的伤害，嘛毋是无法度挽回啊。即马只要吴佳文愿意原谅妍希，法官迄边我才去甲行行咧，反正妍希会有机会还心。刷落来，咱着试出一点善意，主动护伊有回。
搁买一挂顾目睭的补品给伊。吴嘉文大概来病院做检查的时阵，嘛给伊上好的接待，甚至伊以后生囝，咱嘛照顾有着。你毋是讲过，吴嘉文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咱对伊遮尔好，你阁是伊的师大，我想伊应该是袂为难咱啦。无毋对啦，吴嘉文确实是一个真善良的人。我进前去庙里拜拜，真拄好有拄到伊。迄个时阵，我嘛有甲伊回失礼。虽然伊无答应，无要追究害伊目睭失明的代志，也毋过，从伊讲话当中，我听会出来，伊真同情我这个做爸爸的无奈。也毋过即摆吼，上解食的是妍希，阁毋肯收煞。共阿嫂吴嘉文甲吴嘉云姊妹啊，这才是咱即摆上解麻烦的所在。这你慢慢烦恼啦。律师迄边我已经去问过啊，妍希有可能犯的是妨碍自由。咱的律师哦，会当找一挂理由，予伊重罪轻判。刷落来就同款啊，甲搜搜咧变作是缓刑，安尼妍希同款会当伫咧厝做你小妹妹的小公主啊。敢有像你讲的遐尼简单？这吴嘉云啊，是世界集团的大新妇，新闻无同款咧。以前是林志明要去救伊的时阵啊，听讲差一点仔受伤，虽然今麦要面对。是林家甲整个的世界集团。势力大，有好嘛有歹。因即马伫咧托拉斯案的风波面顶，咱拄好趁这个机会，甲伊回失礼，互因感觉真轻盈，袂输敢若讨回公道共款，应该就无问题啊。无参像一挂歹流量的小鬼，里子面子都要。对世界集团其他的人，无听到，就参像你所讲安尼啦。啊，不过这林志明虽然少年，做代志真有斩杀，阁袂拖沙，温婉分明。而且伊真疼某，我是伫咧烦恼啊。妍希要过伊这关，恐惊无遐尼简单。石头硬，咱就莫硬拄硬嘛。会当用别个方式啊，阿能嘛捌冒胖。是啥物？我知影这个林志明，伊做代志真有原则。也毋过我嘛听人讲，伊是一个真友好的人，真听厝内底时代的话。虽然讲伊真疼这个某。要唔过，伊的爸爸妈妈甲迄个阿妈，是毋是嘛？遮尔啊，天性即个媳妇。你的意思是，比如林志明因爸爸妈妈甲阿妈啊下手，互林家的长辈来说服林志明放过妍希？无毋对，你会当伫咧生理面顶放一寡是一个好处，佮加上你伫咧生理场。你有你的势力，人咧讲啊，生理人那么是以和为贵，这关系着规个集团几千名员工的利益，敢讲比袂过吴嘉云个人的温婉？我相信林家的士大，尤其是迄个真巧的阿嬷，会做出真聪明的选择。嗯，你讲那无唔对啦，也唔归世界集团的规模。海内外拢有事业，什么款的好事，因才看会上吧？感情都有一块上好食的大饼，咱永信医院毋是要开婚姻？你去说服董事会，叫因把起婚姻所有的工程，拢给世界建设来包。是讲这是一个婚姻的工程，
这个价值啦，甲林家其他的竟然比起来，根本就无啥物特别。我不确定，因肯开嘴加一块饼。重点是，世界集团伊即马搁伫咧荷兰处理拖拉式案件，这件代志闹甲风风雨雨，企业形象受到真大影响。咱着趁这个机会，很用慈善的名义，到三港起病，赢着好名声。当然啦、啊，台面下嘛是爱让伊得到伊应该得到的利益，安尼内底外口拢双赢的机会，应该有可能记载。嗯，咱安尼雪中送炭，应该是有够幸运啦吼。安娜，你确实真厉害哦，会当想到这么好的方法。好，我着照你的话去做。董事会那边，我会去跟伊说吼。是讲这个婚姻的工程，要派什么人去负责较适合的？表面上这是便宜的公司，实际上是咱厝的私人的大事啊。所以咱选一个。讲好听是机智，讲歹听是干巧，甲咱有共同的利益，而且是坐伫同一只船面顶的人。你现在是伫甲暗示，迄个人是张正浩。我知你无愿意，也毋过伫个贵永兴医院内底。除了张正浩，我嘛找无搁较适合的人选啊。袂用钱，张正浩应该演戏还较生不如死，我唔相信你。唔免你相信，只要你利用伊。袂用钱，安尼风险伤过大。张正浩若伫你内面用傲步，到最后演戏的案件若无得解决，安尼要安怎？我愿意替演戏的未来去搏啦。换一个角度去想，自从严希甲张正浩斗阵了后，恁爸仔囝就一直伫起冲突。严希爱正浩，恁若是对正浩好，予伊遮尔好的表现机会，严希一定会感谢你。恁爸仔囝就会当恢复感情啊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而且，严希乃当加听你的话。你加减会当靠严希，甲张正浩牵制掉嘞，无参像即马是一面倒。哎，严哥，你放心啦，我这边会甲张正浩监视掉嘞，袂让伊变鬼变怪，去布什么把戏。志聪，休息吧。好了，我就听你的，我张正浩去负责，眼前也无别人啊。爸，什么代志？我拄只。去找妍希啊！我叫伊甲吴佳文回室内合解，但毋过伊毋肯。毋肯！伊到即马阁毋知影代志的严重性，伊毋肯和解，敢讲甘愿去用乖，用对不起的杀伊，会当换以后的自由，安尼敢毋得？我去甲伊讲，今仔毋管用什么方法，我一定叫伊答应。这是叫伊为的咯，啊！妍希即摆情绪阁无稳定，你即摆甲伊讲，愈甲刺激尔，伊愈不可能会答应。等伊的情绪稳定，林家已经无耐心，一切拢袂赴啊！我看安尼啦，张正浩，你代替妍希去甲吴家文会室内，去甲伊跪咧磕头，
伊是你的情母嘛。恁的囡仔搁伫伊巴肚内，伊会看你的面子，应该会甲袁氏和解。对啦，阿公无甘心嘛。你代替亲妈的某，去给你的情母磕头，跪咧求情，应该是袂委屈你啊吼。阿公无甘心嘛，你代替亲妈的某去给你的情母磕头，跪咧求情，应该是袂委屈你啊吼。爸，你拄只讲话，我拢甲妍希参详过啦。但不过妍希即马就不准我甲吴家文有任何交叉。而且即马做唔到代志的是妍希，伊若唔肯去回室内，我是惊迄个吴家云哦，绝对会跳出来。因二姐咧出轨，啊，佮迄林志明，因翁仔某两个哦，实在有够外个人玩。好啊，我毋是来遮听伊上课的，莫甲我讲这袂用，迄无法度。妍希自细汉都毋捌食过苦，个性骄佮好强。万一啊，伊若真正入去关啊，莫讲别项啊。伊的精神上一定会出问题。我的查某囝仔真是变成安尼，我头一个都唔放你耍。我安尼好啊，咱得让妍希的精神状况真正有问题。张志豪，你这个精神，唔对，你比精神还不如。妍希这么爱你。你搁伫个酒醉精神上出问题，爸，我安尼做是为着要救妍希，咱让妍希去做精神状况的鉴定，伊精神状况若真正有问题，咱就当要求法官停止审判。那安尼不管是去伤害吴佳云，还是撮杀吴佳云，这两个案件。就拢会当一届做解决啦，你嘛免遐烦恼，妍希会用来关啊。那恁以后嘞，妍希今嘛可能免受着司法审判，也毋过所有人拢认为精神有问题，伊以后嘛是爱受着社会大众对伊无共款眼光的审判，敢毋是？所以你今嘛是希望妍希用来关就对啊。我等到比较较好奇。妍希若是去人判精神失常，对伊来讲有啥物好处？我即摆嘛较好奇，妍希若用掠去关，对你有啥物好处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会毁掉妍希的未来。妍希若真正用掠去关，你莫讲未来啊，伊连即摆拢袂得过啊啦！我袂甲你冤啊，世昌，你家己做决定。我来考虑看卖，即款会着妍希的一生，我即摆无得做决定。我先来看妍希。正好医生，顶礼拜插你合作的对象，安尼敢对？还是讲你无关系关妻姓，安尼我会当体谅。算是你合作的对象，你敢会因为拄只我无伫咧世昌的面头前，赞成你带妍希去做精神鉴定，你就毙命啊？我只是换一个方式提醒你，我会怀疑的，别人同款嘛会怀疑。罗阿姨，你免阁替大家遐找理由啦。即摆王世昌无伫遮，你会当大方的承认，你根本就无想要替妍希脱罪，因为你知影妍希是我的靠山，
严氏若是用抓去关，你就会当一手掌握王世昌所有一切。我真正是好心去啊，雷晶。拄则我搁伫咧世昌的面头前替你争取机会，互你代表永信医院去甲世界建设讲合作的。你卖假啊！只只是想要借我的手，替你争取我好处。好处？病院也毋是我开的啊，新冠发财人嘛毋是我。所以我就要请你指点我，我会当得到什么好处啊？唉，常常咧动脑筋的人，想的比较多啦。也毋过，我真喜欢你种一点的方式。假使我甲你合作，你会当甲所有的计划拢讲到这么详细，咱绝对是合作愉快。互利双赢。讲啊，你想要带妍希去做精神鉴定的计划到底是啥？嘿，我看你应该是袂记即阵当初讲要合作的条件是啥吼？是你爱听我的话，所以自今仔日开始，你上好就乖乖听我的话，莫再搞话啦。好啦，我就当作是你无想要把我的手用垃圾，那呢我就先多谢你啊。也毋过我还是迄句话，等看你的表现。对啦，我先甲你提醒一下，你以后若有啥物话想要甲王世昌提啥物建议，你上好先经过我的同意。卖自作聪明，较要影响到我的表现。那个就等看卖，是啥物人自作聪明？欢迎光临。你是世界集团江宏杰江营运长。你是永信医院的张正浩医师。我本院秘书给你留言的话时阵，我咧想讲够可怜，叫江宏杰的人才多。那也才拄好是我的同学，是袂到真正是你啊！就是安尼拄好啊！哎对，我还会记得你国小的绰号叫做“好呆”，这绰号去用画到国中毕业。啊，不过现在你无同安尼，大意思哦。甲你比起来，对。我会记，迄阵你高中毕业了后，你就去国外读册。咱算算诶，差不多有二十年无见面啦。有啊。对啦。阿母，你即摆是大意思安尼？阿母即摆应该真轻松、真快活吼。伊即摆无人吼，住咧山顶诶庙里啦。生活应该是过咧比较早咧未早顿诶时阵较清幽。那现在你无甲阿姆姐来做伙住？啊！对我进行离婚，啊，搁结婚，我妈对我真无谅解。好啦，莫讲我啦。啊，你咧？阿姆身体有好无？讲起来是话头长啦，今日时间也无够啊，要讲嘛讲袂完全。好啦，若无另工再讲。阿姐，咱这久无见面啊。天公伯啊，即个搁安排咱两个拄着，以后咱两个定定见面啊。一言为定。对啦，辛苦你永信医院要开婚宴的代志，等我评估过了后，我等下甲阮董事长报告一下。病院的董事嘛，最近要想要知影结果的。
永兴医院即届委托世界集团去婚姻的代志，其实还阁有话题话话用。连阮母王延禧哦，伊去得失着林家大房媳妇嘉云，还阁有嘉文。当年太太是犯了什么代志？是安那阁按你挂牌皇家？蓄意伤害，妨碍自由。原来是安尼啊！阮赵人爸王世昌，伊是病院的董事，嘛是大股东啦。伊是希望这件代事能赶紧收煞，所以才利用这届合作来表达伊的诚意。因查某囝的代事若是无解决了，伊绝对是袂放心的。还佫有林家遐大房大孙林志明啊，伊就是惊因放手。这个林志明哦，听某听出名的。同姐，这件代志麻烦你啊。起婚姻是阮谈不了的，而且佫当谈着名声，我相信应该是无甚物问题才对。当然啦，伫咧生意上安尼讲是无唔对，那是讲有甚物私人话，迄就无一定啊。姓林的唔是我，我会当帮忙讲好话，啊，不过。决定权无伫我遮，才了解。如果若是会当的啦，我希望这边的合作会当真顺利。当然，我嘛会当讲一下好话，请林家那边帮恁太太一条路行。合作的代志，我希望是会当尽量达成啊。啊，那阮某的代志，若是讲无话，莫勉强啦。那你敢唔惊恁太太犯规？当然嘛惊，啊！不过我无希望你为着要替阮讲话，去得失着林家的人啊。你嘛知影林家是家族企业，想去甲因得失着，这饭碗拢有可能会保袂住。啊，拢有二十几年无见面啊，遮尔麻烦的代志，我哪好意思开除？什么话当讲，什么话袂当讲，我先来查清楚，你免烦恼。而且我相信，讲即马我伫咧林家的人面头前讲话，应该算是够有分量的。看起来你的关系经营得袂歹哦。我才用心要经营的。大家好，你好。这边。阿姐。蔡院长，老师，这是我准备的资料。嗯。蔡经理，你嘛一份。还是各位，我代志好耽误掉啊。我手底这份资料是蒋院长用几落天的时间才做出来，就亲像伊顶届咧会议讲的啦。这个月哦，业绩虽然有成长，啊，不过各部门的开销嘛有增加。那继续安尼浪费落去，赚的无够开吼，等于是白了工啦。我会阁观察一个月，希望后个月状况会有改善。啊，你有任何问题无？老师长。蔡院长，咱会计部阁收到国税局的查税通知，所以我希望每一个部门你来甲我协助，提供我详细说明。下面咱会开了后，我会甲大家提资料。那毋是已经查过一届，哪阁来查？是倒位出问题？这是因为头一遍的资料国税局因无满意啊，是讲无要紧。这查税是稽查人员因的工课，若是查无问题，因就无头路啊。那也消化清清楚楚，我相信讲因找无缺点。董事长，请你放心。啊，不过还是爱较细腻较好啦。若要补税吼，会去影响到今年的目标。啊，财务长呢？啊，财务长跟你请假。蔡经理，
你把资料哦收齐了后，待下你甲蒋副院长去国税局走一转，莫让伊安排时间，先去解释好清楚，莫让人认为讲是咱心虚。无需要啊。你哪会讲无需要？通知拢来啊，敢讲莫插无？董事长，我相信蔡经理应该有伊的理由啦。你先等伊甲话讲完啦。我是认为国税局若要查，咱着甲资料准备好，等伊来查就用个啊。可是咱若准备资料过去拜访伊，颠倒互伊感觉哪有其他的动机？你想想济啊啦，咱小目清清楚楚，就算有怀疑，嘛无咱的法啊。江院长，你讲对无？我感觉蔡经理伊的话，敢那个我袂讲了呢。因为我拄只听到即摆，我拢听不出什么道理啊。好，我着坦白讲，江院长，你之前是一位真有名的会计师。甲国税局的公务人员拢真熟，可是我若甲你做伙过去，会予稽查人员认为咱有其他的目的。我是认为讲，莫予人有这种感觉。敢讲我的名有写逃税能力哦？不过董事长，确实，过去我有伫国税局上班过。所以即摆国税局一挂长官拢是我过去的同事，因会花面子，伊嘛会甲我刁难。我相信讲恁只要提供更加详细涉案资料，我判断咱应该就免报税。你捌伫国税局上班呐？等下台湾无偌久的时阵，我有去遐斗三工，做无几个月，啊，不过熟识袂少朋友。安尼就拜托你啊，玉如啊，国税局吼一定爱去。你看江营运长佫需要啥？啊，等下会议结束了后，你慢慢讨论，啊，千万唔通闹交哦。有听到无？董事长，佮会当请林经理佮阮做伙去处理。严哥，我对小莫一点拢无内涵呢。卡算是爱我，甲你甲做营运长来处理这件代志，恐惊无来斗三工啊，颠倒吼会拖累着恁的进度啦。我看伊也是吼，无你甲营运长做伙处理着我啦。志文从来毋捌报过啥物财务，加伊一个无啥物帮助啊。那安尼决定啦，恁两个参详就好啊。我知影恁大家真无闲啦，啊，不过这营运长甲蔡经理有啥物需要吼？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。这届查税对公司非常重要，就拜托你哦。啊，还有啥问题无？安尼散会啦，好，多谢，多谢你。明明是伫我办公室讨论，啊，是去你的办公室。我伫真远的所在，也是思念你的爱。虽然袂当倒转来。蔡经理，明明是伫我办公室讨论，啊，是去你的办公室。志文，国税局迄边较麻烦。我来去啊，今日无我惊我一个人。你哪一个人？你跟余院长来斗三工的啊？放心啦。哎，阿妈，我今个客户约好啊，我即摆紧来去啊。嗯，好。放心啦。好，您辛苦啊呢。阿叔长，你别烦恼。绝对没有问题。那我先来。
你变到这么惊我？你工作量小小的，别啰嗦。是，迄主治医生有讲啊，伊讲你受伤的部位哦，已经慢慢仔好起来啊，啊神经压迫的问题就等凝血慢慢仔散去就改善啦。啊，不过你即阵仔咧行路，脚可能较无力啦。只要你用心复健，我相信真紧就会恢复正常啊。哎呀，有啥物意义？要去面对林家？对我行一个追究，搁要转去厝去面对迄个不速之客罗安娜。我爸拄则来看我，伊开嘴合嘴，拢讲着伊。伊竟然爱我放下成见去接受罗安娜，伊是安怎对待我？我爸根本拢无了解，我哪可能甲伊好好相处？其实哦。我咧讲无其他意思啦，但是恁爸拢食到这岁数啊，有一句话叫做“人老如花丛，不死也重伤”，迄无幸存的无几个啦。我即摆上惊的是迄罗安娜伫恁爸耳旁边，奶奶话佮讲几句啊，恁爸讲甚物代志拢会顺伊的意啊。你妈的感觉，我。是，啊，你莫想激动啦，你袂记哦，我嘛是查甫人呢。恁爸咧想啥，伊的心思我加减拢抓会到。看起来，阮爸对罗安娜是真心的。因为伊较早就算有交女朋友，啊，不过毋捌带返来厝内底。是莫讲，我看罗安娜无顺眼。啊！不过我惊伊对阮爸另外有企图，那安尼伊早晚会把阮爸当作是叛逆狗。唉，但是我真正做无想要拍歹恁爸仔囝的关系。啊！不过有一句话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毋知应该讲无。是啥物代志？你若讲出来，对恁爸仔囝的感情也无甚物帮助啊，还是莫讲好啦。你到底要讲无？其实，我有暗中调查罗安娜，有一间厝是登记伊的名，迄间厝是恁爸买予伊的。啥物？阮爸买厝予伊？才无偌久的代志尔，是，其实我嘛是有私心，我嘛希望爸只老有一个伴会当陪，那安尼入去一天到暗，一直甲咱两个定条条，咱两个袂当较轻松的。啊，不过哦，我实在是感觉罗安娜甲恁爸真正做袂适配。即马讲较现实嘞，恁爸拢已经有岁啊，伊早晚无多应付。啊，那迄个罗安娜无多忍耐康熙寂寞日子，啊，做出啥物无守妇道的代志，恁爸绝对会人财两失。我想到伊下场哦，我真正。替恁爸感觉做唔得嘞，你讲的无唔对，就算讲买一间厝，对阮爸来讲是难产的，啊，不过对贪心的人是绝对无可能满足的。咱嘛唔知影罗安的野心到底有偌大，啊，不过即摆王家的产业拢握在阮爸的手头，就算讲我要阻止阮爸去予伊骗去，我嘛无遐大。你讲的重点啊！也是，我即马有一个方法，
但不过只有你会当去争取，嘛只有安尼做，才有机会当保全你王家的产业。王董事，希望你会当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。你是要代表永信医院去甲设个集团交涉？董事，讲交涉太严重啊，讲服务较符合我的意思啦。啊，即马董事会已经通过和世界集团承包婚姻新建的提案啦。啊，婚姻会进行筹备开始，拢是我一手安排，设计蓝图拢伫我的脑海中。所以我绝对是最适合替永信医院服务，主导工程进行的人选。嗯，我知影伫咧筹备的期间，拢靠你四个赵总，你开真侪心力。我伫遮代表永信医院，甲你说多谢，辛苦你。莫安尼讲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，来日方长嘛。我相信吼，我以后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哎、欸，我还袂讲完。哈？我要讲的是。你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会当好好休困，刷落新建工程就交我郑浩去负责。董事，你的意思是，主导婚姻新建的遴选已经定啊，而且还有张郑浩。以后，就有张郑浩直接去甲世界集团交涉，若有需要的所在。才麻烦你协助伊。我协助张正浩？唔是啊，董事，我伫永信医院遐尼侪年啊，对病人眉眉角角拢真清楚啊。啊，我的资历也比张正浩较深，是安怎你会跳过我，将诸多款交予张正浩啊？我会跳过你的原因，敢有需要讲啊清楚？你受用不良。利用这款疾病交给药品的厂商受回扣，我若把工程交予你去负责，你若伫个背后变异变怪，去伤害着永信医院的名声，到时阵我要怎向董事会交代？我承认，我捌因为钱没死过啦。啊，不过我对永信的贡献应该狠狠超过我所犯的错误吧？做好无手弄破爱赔，董事。你连给我改过自新、弥补错误的机会拢无给我，那安尼对我足无公平。我若无给你机会，你即马敢搁我着徛伫个遮跟我讲话？那安尼，就算不是我，嘛应该不是张正浩啊。张正浩的品行嘛无较好，搁是全台湾认证的渣男，何止最让代表永信，才会害着永信这块招牌啦。新建工程交予张正浩负责，我敢无需要向你解释？为着即摆预算拢决定啊，嘛无啥物好讲的。你若无愿意甲正浩负责，我会派别人甲你交接婚姻规划所有资料。为即摆开始，新建工程的代志你都唔免管啦。董事，我等你遮尼久啊！对你是忠心不二的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永远是尽心尽力。之前我跳出来指控张正浩意图谋害你，我已经跟伊拆破面啊。这摆王经理受伤的代志，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处理，对外口我是守口如瓶。结果我所做的一切，无得到你一句欧露就刷刷去啊！你竟然搁让你的笨手张正浩出台我！安尼叫我情何以堪？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啦？你即摆是伫甲我讨人情，还是伫威胁我？拢毋是，我哪敢对你不敬？我其实是未通。董事，你哪会到即摆阁摸袂清楚，谁才是对你上失忠的人？失忠甲失灵是无共款。我了解啊。既然遴选已定，董事，你的决定我尊重。啊，不过我嘛是爱提醒，张正浩是毋是家己人，你家己也看好清楚。我无交了。
蔡春的面情哪会这么歹看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为着兴建工程的代志，我跟我郑阿负责，伊心肝内真不平啦。伊凭什么不平？有主人通做，搁这么啊贪心。好啦，卖讲这代志。你找我要创啥？你若无伫个病房好好休困。爸，你放心嘛，正好甲我照顾了真周到。医生嘛讲，我的护腕真好，我即摆会当站起来活动，安尼对新建的护腕较有帮助。哼，张正浩食咱家的饭，伊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妍希，爸爸会提醒你哦，你唔通因为张正浩最近表现了真好，你就失去戒心。你唔通袂记啊，伊伫个婚礼顶馆甲你讲啥？爸，那是正浩一时的气话尔。你哪会一直记得在心肝内？妍希啊，爸爸是要提醒你，伤害你上深的人，往往都是你上该亲密的人。既然你有这种的想法，爸，奶奶你家己是安怎毋捌想过，要提防我安那嘞？我无需要提防安那，安那真大心，搁听话。袂吵袂闹，事事行行拢以我为重。伊是我生活上上解温暖的存在。我咧解释，你有满意无？看起来，罗安娜对你来讲是上重要的。既然你水、少年、温柔，阁品行好，奶奶应该是照一个查甫人。理想的对象，既然安尼，你是安怎会选择一个会当做家己爸爸的人斗阵？你敢无感觉真奇怪？妍希，你的意思是讲，爸爸已经有悔啊，不应该安那讲。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烦恼你一时分不清楚，这到底是爱情还是迷恋？我是拿你的用钱去买爱情。安娜捌甲我讲过，伊讲伊上喜欢我这种成熟稳重、有社会历练的查甫人。虽然阮两个年岁有差，啊，不过不管伫个兴趣还是生活上，拢真合、真有默契啊。所以斗阵起来真轻松、无压力。我感觉啊，这是真难得、真可贵。所以妍希，你无需要替爸爸烦恼。这就是我上佩服你的所在，竟然为着钱会当演这么大，牺牲这么大。那是因为你无了解，甚至你拒绝了解，所以你根本就无迄个资格安尼批评伊。我确实无了解伊，但不过我知影，伊有收你一间厝，这就表示伊接近你是有目的的。你来知影这个代志？是我自己调查的。你竟然调查安娜？我跟你讲过，罗安娜是一个双面毒鬼，在你的面头前对我进吞论，还佮在你的背后上进巴下欺负我。我看你安尼维护伊，我真正足烦恼，你会去让伊骗去，所以我才会偷偷啊调查伊。我是希望你会当较早看清事实。所以你即摆知影安娜的心事啊？你嘛知影安娜无爸爸？安尼，你就知影讲是安怎伊遐尼依赖我。伊从来毋捌甲我讲伊要啥物物件，厝是我主动买予伊的，是我想要照顾伊，还有一个安定感的礼物。结果呢，煞予你误解，安娜有心机。伊到底是安怎甲你洗脑的？你哪会这尼啊相信伊？我会相信伊，是因为伊真心诚意。伊的真心是假的。你是为着钱演出来的。靠对囡仔，来，我给你按摩。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哎呦，你即摆已经有身啦哦，你较无方便啦。我来头较大，我给你按摩啦，免客气。我敢不是志文？啊，迄个查某囡仔是吴佳文。你是安怎遐尼坚持？一定爱我把财产过户给你。
因为我真正无法度目睭金金，看到你去帮罗安娜，害甲一无所有。妍希，妍希，你莫再游啊！王大哥，你干嘛哇？你欺善怕恶，你有好人，母娘爸爸，我假使你真个放在这房下轮到这多好呢！我已经反悔，阮翁甲公司的余院长做伙，啊，伫个古早时代，咱两个早就叫我进猪笼，我是要安怎轻松？老孙讲是伊个你的心态，你家代志你认为讲是根本都无应该发生的错，对我来讲，那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这是什么感动？是江罗安啊，罗安还叫我的过程，怎会手机啊？哪有这条影片？因为你将阮的婚姻一步一步破坏，甚至造成无法度弥补的过错，我要你辞职。我跟你讲，不可能。林志伟，快走！只有你会听我讲话，只有你了解我的心情，只剩你，林姐。爸，我跟你讲过，罗安那是一个丧命毒鬼。你的面头前对我真好，啊，不过在你的背后一直欺负我，你甚至计较过家来吓叫我，你是安怎去伤心我？这个真正是安怎？伊哪会做这样可怕的代志？爸，你怎么相信我讲的话吼？我真正无骗你。你是搁误会我啥？甲恁爸咧乌白斗啊，志聪。啊！你竟然是想得到鬼，讲一套做一套。听你当讲。海岸，想着阿龙啊，疼心肝。冷风阵阵，不知寒，对着海边。